九块多过条，你给我，你叫我娃在，你个人，我给你看。啊，够了，够了好多。八块过网，9块过条。买点香菜。大小两块钱一斤，等于1块钱一斤，红菜2块钱一包，红菜2块钱一包。我说啥子？你说来要得很多，哪个要我给你？好多好几亩，你去个老村，你们那边生的嘛这一种嘛。 把电话留起了哈。哎，还是一起。给你们编个魔术，看不看？厉害噻！哈哈哈哈哈。然后等周律师来弄那个鱼了。你啷么还走到后头去了？我也在后头做那些事，我经理啷么走就困了。抱怨。 紫薯煮一好吃，真的，我是老蒜香菜。好了。70年吧。哼，冒脾气的。别人看要多熬一会儿，你也没熬汤啊。 有一说一哈，那个鸭肠对是你们的，感谢，捡点便宜。那个酸菜味儿足味儿没得？可以。这酸菜味儿足味儿，这个。 起来吗？来吧，你给我们练练。那鱼好吃。万年碗不好吃，那个鱼香不收，蛮牛的。奶奶。万年碗不好吃，那个鱼。你把那边划到那个里头都是噻。嗯。俺们来一点。我鱼好吃，那些菜都买了吃了。听到我一零的声音了。快点，走你妈那儿去。快点。 没下来。哪里下来？你要去玩吗？然后运动吧，你下来吧。没下来。手都磨破了，嘴巴里头。下来，磨平他的三八。没下来。
等我这边不是小懒乖哈，我小懒，你听到不？哎呀，小懒乖，小懒，哎乖哈，哎，你说的小懒好事，怎么做的？这边的嘛，哪里做的？来嘛，好。哎呀，好烦哦，看到你都烦。你看嘛，那闷嘎的呀，好些，放嘎。重新啦，我把你弄掉了，重新啦。哪个？滚。哪个哥？耶。哪个做？那撇桌子。你还？你呢？这叫打发人品。你花我的东西的。好吃啊，你这个好吃好吃，他不敢点吃，我是熬的，你都不敢吃啊，又辣又有那个味道，好吃。哎，你拿慢点。你拿起下来，能够喝。